培养国校附设幼稚园，早起伫咧专业的插花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利用布丁的杯仔插花，要送给每一位伟大的母亲，希望天下妈妈拢母亲节快乐。天津的培养国校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，是一项一项介绍家己所插的花种。虽然讲到哩哩啦啦，但是古锥的模样是让所有在场的师生拢非常的欢喜。我念你好康买心，它什么？这个是茉莉花。茉莉花什么花的？因为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，培养国校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拢真欢喜，会当亲手制作插花的作品，送给上亲爱的妈妈。送给谁？大声一点。哎，祝妈妈什么？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有纸花，有代表母爱的康乃馨，每一位囡仔认真的模样，就是感谢母爱上伟大的表现。新中华新闻张代锦，何必采访报道。